黑夜里他有一些烦恼，反正现在的年轻人都有许多烦恼，那么多要思考，那么多要寻找，有话太多不坚定就犯错了。朋友说城市被你画那么美，可是现实领导没，领导天天要开会，上班迟到几分钟就被扣薪水，同事就像敌人要小心翼翼防备。新型卡车作为城镇间主流的交通运输工具随处可见，轻便小巧是它的主要特征，但是遇到极端的恶劣路段下，它恐怕就无法胜任了，因为它们的越野性能上无法满足这类路况。我公司根据市场的需求独立开发出一款四驱轻型卡车底盘，并命名为山猫。如同山猫一样体型小巧，但可以在沙漠森林中来去自如，越野性能优秀，灵活多变。3.7米的改装尺寸可以改装成普通载货汽车、自卸汽车、厢式运输车、加油车、洒水车、工程车、旅居房车等各类越野专用车型。平头驾驶室视野更加的宽广，同时内饰的布局也更加的豪华舒适。驾驶室的内部还带有一排半的卧铺，可供长途跋涉的驾驶员休息使用。该底盘可以满足在各种恶劣道路上行驶的需要。该车车桥前中后采用3根2.7吨的驱动桥，底盘上加装货箱，它可以在平坦的道路上承受4吨的货物，在越野路段下行驶可以承重2.5吨。这就是我们这款山猫越野底盘的具体情况。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可以关注我们，点击屏幕下方的关注按钮。